会用做就拢一直做，迄十九年较紧啦，真乖啊。啊，我毋知讲迄个再有伊款，无我嘛毋知要怎学咧，你毋懂。孝行奖表扬活动从72年开始，已经迈入第32届。内政部在96年接办以来，秉持弘扬孝道、敦风立俗的精神，每年办理全国孝行奖选拔及表扬活动。每位孝行楷模荣耀背后都隐藏着一则感人至深的故事，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世，顺遂的际遇，但都懂得在逆境中正面思考，用自己的方式来恪尽孝道，孝亲事迹令人动容。孝行永传，幸福常伴。那么就是希望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啊，对父母长辈的关爱，从小爱累积成大爱，让我们生活的周遭有幸福祥和的一个气氛，百善孝为先。那么回报父母亲呢，不一定需要什么样的丰功伟业，生活中只要有多一点的温暖的呵护，就能够让我们的爸爸妈妈感到非常的满足。我们古人也常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是最痛苦的事情。对，所以也有人用台语讲，要孝好是大人，不免等好家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孝顺父母要把握时间，不要啊找借口，那么等到啊父母亲不在了，那么那时候就是一生最大的遗憾。